小火熬制果汁，捞出果皮，倒入模具中，放凉凝固给它脱模。葡萄味的玉米果冻这样做，下入茄子，盖上锅盖，大火烧5分钟，肉末烧茄子就做好啦。每天恭喜美食，什么都不求，只求您一个双击，给一个就给一个吧。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，请双击关注我，感谢大家。再放入所有的配料，加入生抽，小弟每天分享美食教程，特别适合家里面做。如果你有缘点开这个视频，给个免费的双击关注，方便日后的查找。最后撒上香菜末，出锅。好好吃，嗯，这萝卜。加入山药，再炖15分钟，加盐、枸杞、葱花，就可以出锅啦。倒入一个公鸡蛋，给它打散。重点来了，倒入一袋小酥肉专用粉。